这个白蚝也分等级吗？对，还要分等级。咱今天就分三种，好吧？啊、行。您那都有吗？都有。我想看一看这三种都有什么区别。这个就是属于炒的颜，炒的颜色呢比较白。它那个蚝呢比较明显，而且比较直，有绒毛也有直，也比较均匀。这个呢稍微差一点。这个也有绒毛，但是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少。然后这个呢就，它那条形不怎么好看。这个就是稍微的弯曲一些。对。没有毛。差一点。我想问一个大家伙都想问的问题，它们分别都是什么价钱呢？这个炒的是500左右吧，500块钱左右一斤，差不多一斤。中等的，中等的是300左右，300左右，对，这边是600左右。好，明白了。问一下，你们这有卖黑茶的吗？黑茶，您是说普洱茶吗？哎，黑茶是普洱茶吗，冷老师？应该说普洱茶分生熟两种，哎，生普洱和熟普洱。那么熟普洱茶呢，属于黑茶类。哦，生普洱不属于。好，您等会儿啊。哎，问问去。我先买你点茶叶，一会儿给你钱，快点，到我了吧？啊，滚一边去！我先买你点，不卖，我快睡着了。我这儿有黑木耳，你要吗？哎呀，卖盘子来了。买茶呀？你这是恢复的不错呀。我有点兴奋啊、嗯，要啥呀？拿的啥呀？普洱啊？啥叫普洱？大饼饼，那个树上长的，然后长着一泡完大了，清新明目的。我明白了，等于是长出来就是饼子带包装的。那个纸是厚赠的，拿一块可以泡水，可以喝，然后可以防身，随身携带。有来路不明的抢劫的，你不揍。吓坏他了，要不然脸上歇，都行。比方说这个桌子不平没有关系，垫一下，可以。还有啊，比方说运动，在家没事儿，带着那个小狗扔出去，小狗接住，哎，捡回来。你这个精神亢奋跟喝普洱有关系吗？没有。我跟但是有关系啊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普洱啊，它治感冒。最近我感冒了，应该能听出来。但是我喝完了普洱之后，现在我精神都很强。感冒好了吗？得了肺炎了，差不多了。一口气上五楼，腰不酸背不疼，腿也不抽筋了。所以强烈推荐，普洱真的很管用。先放这儿吧，不叫你别过来。